先面对，严肃面对，这就对了。你唔免嘛，唔免甲讲政府啦，阿妈你也讲到流亡国民党就跳起来。所以讲阿免惊啦吼，因为啊，今天吼，网络投票，雅虎奇摩，你认为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吗？投票期间是5月26跟27，就今天跟明天哈。刚目前那是倒桥几万票，你知道认为是流亡政府几多少吗？64.3啊，不是的只有33.1啊。还是用国共这边，这是不是较少年的票？对嘛，年轻选票。少年嘛，认为这是流亡政府。好，OK， 陈述事实，但是蔡英文的重点是讲化解。免得化解，我干嘛这是重要？我嘛支持化解。好，台湾其实不用对立的这么严重。那么，这是昨天啊，我们不是有谈到 TVBS 的那个民调吗？讲蔡英文的年轻选票赢16%，讲周锡玮诶两成的选票